说吧，怎么对孩子不好？他就是在家里就是玩手机，小孩有时候想跟他玩一下咯，他就丢一个平板电脑给他看，两个人一起玩。这个不能说我对闺女不好，我闺女最喜欢我了，回来就抱着你不放，所以我就有时候你说时间长了嘛，就有点烦，为了打发他呢，我就给他整了个平板。因为我平时就是看电脑啊，干嘛要管着他嘛，这样不能那样不能，他就是不管什么要求他都答应。他也不想想对眼睛不好啊，是不是一点都不上心，让他什么学点东西啊，他的积木呀那些啊，是不是对他智力那些也好一些。他对女儿的陪伴方式不对是吧？哎，对。他陪吗？陪伴的也少。怎么也少呢？我每天不是带他出去玩吗？你哪里就是我要求他，我要今天带我们出去玩一下，他就会去一下。我没有要求他就不会去。你就觉得他不主动是吧？对。你还脾气那么大，你还打人的家里，我还是懒得讲你的。谁打谁啊？他打我呀。拿着我这个脸都一个星期不能出去见人，他第二天就跟我讲，哎呀老公啊，昨天我真是对不起。一般我就是性格啊，别人都说我的性格平时还是比较好，但是一般不是你是对人家比较好，对我比较苛刻知道吧。你不是把我惹得特别毛了，我才就是有点感觉控制不了自己，但是也不会做得很过分啊。就是那一次也许就是可能随便弄一下，可能是手指甲可能是抠到了，把这个皮抠破了，出了点血，他就一直记得这一回事。但是你事后还道歉了是吧？没道歉，没道歉。你不说第二天他跟你说对不起了吗？他的对不起他不是发自真心的，是我要求的。哎，你也够较劲的了。你们俩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都是我要求的是吧？好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不做家务。对，你不做家务也好，他也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。你把家里刚刚搞得干干净净，我们睡觉了啊，他就是在家里也喜欢喝点啤酒，喝了啤酒吧也喜欢配点花生啊瓜子啊，喝的一地都是，他也不会扫一下，感觉人好累。对，你累我还累呢。还有这段时间我还怕你家打人呢晚上。还有就是近段时间吧，就是不是，等等你先别说，谁家打人？他打人呢、啊、他动不动踹你两脚。哎，踹我两脚是什么？你踹我嘞？是你踹我嘞？我知道啊，我跟你前面不是讲吗，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喝酒，一喝了酒了他就回来就想找你说话，他不管你说不说他就是吵你，吵到了之后我就只有我忍不住了，我只有两点把他踹下去啊，对不对？他就说我就踹他， 我打他。我这喝了酒，我一不闹事，二不骂人，我又不跟人家扯淡，我跟你说话怎么不行？你不闹别人你闹我呀。那我是闹家里人啊。那就闹别人更加不合适啊。他们俩这话都是对仗，我喝了酒我没闹你，我只想跟你说话。老婆说你是不闹别人你闹我，老公说老婆也是一样的，你是对别人好对我可不好。还有近段时间就是特别让我受不了，前段时间就是我娘家是农村要收稻谷，现在她也在家里时间比较多嘛，我也现在没上班嘛，带小孩这样回去帮一下爸妈嘛，我就要她回去帮我，她就是不肯去啊。而且我不是不肯去，我说了那个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我腰痛做不了那个事，第二个呢，那个农活我没干过，我说了我愿意出钱给他们找人来弄。你没干过，你像我们长爱到结婚来啊，一十年可以数得清去过几次，不知道有五次没有，每次去他就理由就是不去，感觉就是对我们娘家不上心，也感觉有点嫌弃。这怎么又扯到嫌弃上面来了？我感觉你就是感觉说白了，你觉得在娘家也没什么面子。对呀、啊，特别是过年回去的时候，别人看到又是一个大箱子抱一个小孩，手上还要提点东西，他说你老公呢怎么样，我说他没时间，只能这样讲啊，没有时间回去。春节都不回家？去过一次两次。我说了你妈妈那边一般都买个房子买到这个城里面来，现在没买呀，住在那个山里面是不太方便。有时间你是没去过，他那个山里面是确实不太方便，车都到不了，必须要走路，深山里面。那这去了才有意义呢，车能到的地方你去不去也无所谓了。那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呢？我今天就来，就是他以后能够就是改变一点就继续过，要是改不了我们就过不了，我也不想过了。你啥态度啊？我尽量再改嘛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有一天也改不了。哦，那你要改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。你也不知道要改什么，那你答应他你要改。反正他讲的这些我觉得是吧，你既然你说是错了，那我肯定是错了对吧。我也和你去争辩没有意义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。哦，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儿？是啊，他就每次吵完，他就是跟你这样争辩啊，他感觉好像他一点事都没有，他是对的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呦，吓我一跳！这两步小跑啊，在家也这样是吧？是的。弄哭了，反正又一哄，
哄完之后再继续这样的日子，是吧？就一直我一直也有就是冷啊，我感觉我已经冷了这么久了，7年了，我感觉再冷下去，我觉得我自己都会崩溃，我就感觉哭不了。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好像的事儿都不大，但是所有的事儿堆在一起，对，这个情感当中总有一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，被冷落了，是吧？而另外一方还浑然不知。我问你啊，我问你几个事实，咱们不扯了。你夫人说你经常出去喝酒，而且一喝就喝到凌晨2、3点、3、4点或者4、5点，是还是不是？曾经。是还是不是？11、12点就回来了。比以前稍微少一点，有还是有，但是3、4点回来嘛，就是1、2点。一周出去喝几回酒啊？一周哈。基本。5、6天吧。啊？5、6天吧。那不就？天天在晚上在外头，就在楼下呀，没多远啊。然后白天您是睡觉对吗？没有，那也是以前。现在呢？现在白天我也上班了，也做微商，我白天怎么可能睡觉呢？白天在家吗？在家。你们俩白天在家的时候有交流吗？没有。各干各的是吧？对，他玩他的手机，你要跟他讲话，他也不会怎么样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就说这两个共同生活在屋檐下的人，基本是没有交流的。对。是还是不是？啊，是。啊，你自己觉得你冷落他了吗？冷落没有吧？您觉得先生冷落你没有吧？冷落了。这个主持人，我要辩解一下，我老婆的文化不高，真是能抬杠。我说我这个嘴巴在外面也是能说会道的，我一回来看见他，我就哎呀。他在外面，我们我就蔫了，我就人整个人就没劲了，知道吧？我看见他，我都讲了3句话以上，我就感觉我这辈子栽到他手里了，真的。而且他叫我来，我是非常不愿意来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发自内心的，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是他就可能对我是满肚子的情绪，所以我就觉得是吧？他可能觉得我嬉皮笑脸的。所以你觉得你的婚姻还行，对吗？我觉得非常好啊。打分的话，你打？打100分啊。你打多少分？50。50可是不及格。对，不及格。所以这就是问题。